今天胜利开幕了。首先，我代表马尾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中心对马总体育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我们的交流从体育、文化各方面，都有密切的。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岸会有更多两马有更多的交流。两马体育联赛伴随着两马交流走过了令人难忘的十二载，共同见证了两岸同根同源、一衣带水的深厚友谊。Yeah.